大家好，我是月光老师。接下来跟大家预报7月21号礼拜四各星座的运势哦。运气特别好的三个星座呢，第一个是射手座，大方请客的一天哦，好，然后广结人脉，可能可以认识很多对你有帮助的人。第二个呢是天秤座，桃花运特别旺的一天，人际关系方面的蛮和谐的。第三个呢是双子座，会有一些远方的一些长辈啦、主管啦、朋友啦，为你带来一些好消息哦。特别要注意的两个星座呢，第一个是金牛座，可能你的主管呢、长辈、爸爸妈妈啊，都跟你采取一个对立的立场，然后你也觉得很难讨好他们，让你觉得有点烦心了。第二个呢是狮子座，你的伴侣呢跟你之间可能有点疏离啊、冷战啊，有一点点沟通不良的情况哦，好好的呢想想办法。在幸运颜色以及数字部分呢，风象星座朋友是橘色，数字是1；火象星座朋友呢是靛蓝色，数字是4；水象星座朋友呢是粉红色，数字是3；土象星座朋友是黑色，数字是5。